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尚聚焦。昨天我刚才节目中那期节目中说了，昨天那期节目拍得蛮费劲的，状况蛮惨的。所以我刚才解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说过7月20号这天呢，52年前，阿波罗一号登月成功。52年后，这个亚马逊老板飞上了太空。那这些是西方社会以科技的方式进行人定胜天的探索。那在中国，是99年对法轮功的迫害，720。那正好昨天是第22年的第一天开始。我说21年是指一个时代的概，只能说就是一种时代的概念，是一种3个7的概念。而中共国是以迫害的概念出现的。是与直接伤及他人的那种魔鬼式的做法而出现。那这样的话，汇总在7月20号这天，就出现了我们看到，在河南，中华民族这一茬文明，这一次我们看到有文字的文明的起源之地。昨天想讲述的是这么个概念，而这样的起源之地的概念，也就变成了今天所遭遇的麻烦。在迫使着人们，希望着人们有一种回归的看法，就是站在回归的生命回归的一种回源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的真相才有可能。结果呢，习近平给吓坏了，连续做出了指示，而官方说呢，这是5000年一遇的大灾难，5000年。那以郑州为中心的整个地域呢，商朝跟商朝的完结，就是《封神演义》的故事，3300年到3500年，那5000年遭遇的大洪水，那也就比大禹治水时建立夏的第一个王啊，大禹，比他还早，那你只能这么解释了。所以这就变成了我刚才说的很有趣的，这是在我们劝导朋友们去相信神的过程中，而很多绝太多的人根本把这些东西都是瞎扯的背景之下，当今天一滴一滴的雨水可以瞬间把一个上千万城市的人以这样的方式虐杀掉、摧毁掉，这是天意，对吧？一天下了600-600多毫米的水，郑州，而它最多的地方。在整个最多地方下了800多毫米，我不知道郑州完整的降水量是多少。北京原来降水量是780，是760多毫米一年。那它下，那它的位置稍微往南，在淮河流域，那其实是差不多了，就是中原了。它的降水量降到800多毫米，20号那天，有3个这个气象站记录的时间。降雨量是那样，郑州是608毫米，降了它一年的，最多的呢是一个小时降了203毫米。在这样的方式下，一滴一滴的雨水把今天中共的辉煌摧毁掉，同时回到原点，是指商纣成形成的文化时本身的中国人的文化，这一个轮回结束了。而他说是5000年一次，所以就比大禹还早。